Godlike. Monster kill. Hey,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你老朋友三恩。今天我们带来是勇，即将被削弱的勇，在体验服已经削弱了。首先，如果喜欢我们影片，请点个赞；还没订阅呢，可以考虑订阅。想来解锁更多，可以追踪左下角的 IG。这部影片呢，我们先来说说看勇削弱的地方，再来呢聊聊这个对象，还有目前勇在台服的状况。首先从削弱开始，勇的基础生命值呢降低了159点。就降低基础生命值，再来说我们的二技能也被削了，一等的二技能呢依然是15秒冷却时间，而满等的呢从10秒提升至12秒。以目前来看呢，这个削弱算是小幅的削弱，毕竟呢就降低了基础生命值159点，这个是几乎可以忽略的。再来呢，二技能后期比较长一点的，有冷却时间的话呢大概多了一点多秒，就变成了不要太过随便使用二技能，可是实体上体感的差别呢，我认为是不大的，可能是我个人差别不大了，不知道大家怎么看。再来我们来说说看对小丑的对决，小丑的前期呢很欺负我们，甚至有能力做到呢换血怎么换怎么赢，只不过如果技术到位的话呢，我们也是有可能打赢小丑的，毕竟呢我们的射程比较长，可能呢躲过他的火箭炮的同时也可以射到他，再来二技能持续的耗血呢也是可以耗赢的。而且啊，我们对上小丑的话呢，压力是在他身上，他比我们厉害呢大概就是前期还有四五等左右刚水会大招的时候，只不过呢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们两个的影响力差别会越来越大，到后期呢他可能秒个老半天，我们一个被动呢伤害就比他高很多，而且呢我们还是范围可以贯穿，还可以很频繁的射，所以呢压力是在敌方小丑身上的。如果各位玩勇对上小丑呢并不用害怕哦。比如呢只要他的强势期结束之后他就没办法跟我们打，所以呢他会做出一些相当冒险的事情，比如想要强行击杀。这一波呢双方辅助都在，在我们的鱼人帮助之下呢成功打赢这一波，而目前呢我们的经济也是全队最高的。一开始的比数呢是敌方领先，不过我们有渐渐的追回来，算是平局，敌方稍微有点优势。而敌方追回的是猴子，猴子呢又收了我们一次中路洛丽昂。那再让我们来看看勇怎么玩吧。其实这版本的勇呢超强，核心魔纹呢带炼金，勇的手呢非常的长，很容易把炼金点满。像我的二技能被动3跟1都很容易命中，可以把炼金点好点满。奥义的话呢建议带暴走精灵龙爪。精灵的位置呢你可以看情况塞3-5颗夺萃，建议不要带太多夺萃，跑速还是很有用的。而再来呢，如果你觉得续战力依然不够的话，可以前期先买个小小锤。像这一场啊对上地系小丑，敌方的小丑呢他火箭炮射的挺准的，所以我们有带一个血锤，血锤的话后期会合成四血攻，所以呢并不会浪费，就算你玩一些射手啊不会出射血攻，前期呢也是可以买血锤来过渡，挺好用的装备。装备的部分呢就是这样出了，升剑之后接成型，然后双刀王者剑，基本上这样就成型。这套出装呢并不会带复合甲，主要是呢我们来说说地图关。像这边呢我们是已经掌握了敌方猴子的威胁，这一场对我们威胁最大的呢就是猴子了，只要盯好他呢，像这边我们有发现他哟，只是我们猜错了他位移的方向，不过没关系，叫个瞬移之后一技能成功把他缓速缓着，也把他打残，就人头于我们的奈克罗斯拿下。这场呢目前为止我们没有死，而这一场我们的攻略呢也是一次都不要死。举个例子呢，前期对战小丑手我们的策略很简单，如果实力差距很大的话我们是可以赢先的，可是如果差距并不会太大的话小丑有优势，那我们呢只要好好的不要漏兵那就好，尽可能的承受这压力，有血锤跟强化恢复的帮助之下还是挺简单的，毕竟呢前期很短一下就度过了，像现在呢已经快速达到了中期，中期开始到中后期呢就是我们的天下了，
虽然我们没有位移呢，不过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情？敌方的防御塔也是没有位移，防御塔是不会动的。所以呢，敌方要守塔，势必要进入我们的射程。只要进入我们射程呢，我们就可以尽情的消耗敌方。像这场啊，敌方有安奈特，安奈特跟克里希也是很擅长消耗的英雄，还有敌方消除的火箭炮，基本上我们就是消耗的比拼了。那安奈特这边交了苏尼跟大招，他就跑不掉了，他所有跑兵招都用过了，带走敌方安奈特，回到补个状态再回来，继续的给中塔压力。队友呢，中路是速线的，我记得洛里昂死亡次数挺高，可是没关系，我们已经肥起来了。这时候呢，我们只要持续给压力，收了敌方的猴子。正常来说呢，对我们威胁最大的就是敌方的猴子，再来是凯撒鲁，再来是敌方克里希的瞬移，小心他的瞬移起飞。那像这边凯撒鲁对我有意思了，最后一秒再瞬移，他也只能落荒而逃。基本上啊，凯撒鲁的压力没那么大，比较要注意的是像燕啊，还有安格雷这种。可是啊，敌方有凯撒鲁，我们队也有凯撒鲁。只要呢，我们的凯撒有去分推，让敌方的凯撒很忙，那问题就不大。再来问题比较大是猴子了，像猴子跟奎伦呢，他们有隐形，所以呢，如果你是纯射手起家的呢，可能会觉得有点难，怎么突然间就被抓到，敌方怎么老是很容易抓到你？可是啊，如果你是玩习惯打野的，打野转射手的，你就觉得特别简单。主要是呢，你大概可以猜得到敌方射手。猜得到敌方打野的位置，我们甚至在职业赛有看过呢，完全隐形的猴子被勇的二技能直接击退带走，这是可以办得到的。毕竟传说地图呢也不是很大，而我们也有队友嘛，队友呢把大部分的视野都占了，大概剩下的呢我们就可以用猜的。像这边呢，敌方猴子没进场之前，我们就尽可能的保持靠后。有没有注意到我们往前走的时候呢，都是敌方的悟空已经 logo 了。克里希开了大招送了上来，要小心，如果在他大招的射程内呢，被他击飞一技能，有可能直接被秒掉的，所以呢要注意一下。克里希要打赢我们的唯一方法呢，就是苏尼过来二了，不然的话就没办法。这边呢没追到我们射他一枪之后呢，我们就习惯性的往回走，然后小丑竟然要追上来，就被我们的野叉抓到了。凭借拆解合力带走敌方小丑之后呢，我们有多打少的优势，打野还没到。这时候呢，注意小地图，我们已经注意到猴子的位置，看到猴子在那呢，我们就可以尽情的输出。这边是开个大招的艾罗，再来带走敌方的安奈特。安奈特开个大招呢，就是他的 GG 时期了，跑不掉了。OK， 利用这个炮车把血量尽可能的磨低。有事没事的时候呢，先普攻几下，等下被动起来。再来呢，就尽可能消耗敌方，把敌方赶回家，这样子他们塔就要掉了。敌方把防守放在下跟中，而同时上路的洛里昂在推，带着敌方的凯撒鲁。有没有注意到呢？看似简单，其实呢还是有一定的学问的。要做到像这样子呢，你要有一定的地图观，还有操作跟反应。举例子来说呢，基本上整个中后期我们的推塔时间，我们都掌握了敌方悟空的位置，他是不太可能可以抓到我们的。像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他在右边。他没办法呢，只好往我们的家方向跑，然后就别管他，把他都推了。这时我们瞬移没有，可是呢我们要假装有瞬移的样子。注意一下敌方的阿奈特，他很想消耗我们，可是呢根本没消耗到多少，已经被秒掉了。估计他有去坦装，竟然可以趁我们三个普攻。最后呢就是防御塔珠宝，缺了珠宝游戏结束，也买出我们最后一件装备。以上是带勇的实战解说，在天赋已经消落，台服即将消落，请问各位怎么看这个改动？我认为呢，159点的基础生命值，还有一点多秒的二技能冷却时间，影响实在有限，应该还是挺合理的吧。那么最后呢，我是三根，感谢你收看了，我们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